你该回休息了。我明明就才刚来，你就要赶人家走。我待会儿其他事情要做嘛，待会儿去休息。那你要打给我？好啦，那我要亲一个。这里？嗯，不管。分了吗？哦。嗯。好啦，那你不要不开心了。待会儿休息。真的要走了？嗯。记得打给我。OK OK。拜拜。好久不见，是啊，很久没来了。现在保养配料跟以前一样吗？照旧就可以了。好，那麻烦你稍等一下，不用急，慢慢来，谢谢。老师，嗯，喝咖啡吧。走。好，这家车就是洗得好。 你干嘛，大叔哥？ 我记得你爸爸有留很多珍奇古怪的酒给你，对不对？都在家里，拿来。你这是勒索吗？我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拿给你？因为交换情报总需要一点代价的嘛。什么情报？叛叛的情报。你看，有什么好笑？你快点说啊！ 你说啊，就是那个她跟男朋友分手，真的吗？我不早就说过了吗？这些小女生她们会一直恋爱分手，恋爱分手，恋爱分手，一直陪在旁边就可以了。 你可不可以笑得稍微低调一点？是的，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打击者大树哥上场了。
好好表现。那至于那些珍奇古怪的酒，我明天送一箱给你。谢谢大叔哥。你觉得喂，大叔哥，方便说话吗？可以啊，你这次没有打简讯就先打给我嘞。因为我在开车，传简讯不方便，所以我就直接打电话了。那个，你放学了吗？刚放学不久。要不要去散散心？不用了啦，这样还要麻烦大叔哥来这里接我一趟，太麻烦了。不用，没关系。不会麻烦啊，我就在你们校门口。看你10点钟的方向。听说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，你想聊聊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如果你需要找个人聊天谈心，我都会在你的身边。其实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你过得很痛，但是当你走出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来失恋也不过就是如此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什么？我想这一本你应该没有吧。我知道你很喜欢他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变成跟他一样。盼盼，如果你的男人对你不好，请你务必一定要离开他，然后去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，好吗？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所以你现在没有人追？我不信。我又没有说我没有人追。哎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跳舞了？我要赚钱啊，不跳舞怎么生活？我养你啊。你养我神经哦。说真的啦。那跳舞一个月赚多少？30万啊。那30万我给你嘛，你以后跳给我一个人看就好啦。别跳！哎呦，会痛啊！你养我，你养我，你养我，养你再养。Thank you.
想好下个月主题秀的内容了没啊？还没啊，我们跳过那么多次了，而且有些还重复的，很难想。你们有时候也帮忙想一下。哦，等一下想吃什么？都好啊。好，那我决定了。哎，不要，思密达，你干嘛啦？不要。你快看，又怎样了啦？快点看啦。帮你戴。哎，头发。皮卡丘怎么会跟蜜糖在一起啊？他还想要亲他耶！嘴巴一定会烂掉。妈妈，谢巴达。我还没好。我先回去跟豆哥讲。在旁边，范小泉会被发现他。对，我是跟蜜糖小球在一起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谁不在一起跟蜜糖人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他们说过我们多少坏话？我知道，可是你们也说过他们的坏话，所以这样你们应该算是成品的。哎，他们先说的哎，而且你现在是怎样？你现在是站哪一边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他们我们的，你们稍微成熟一点好不好？不然我们就想一个比较中立一点或两全其美都不得罪的办法嘛，啊，不然是怎样？幼稚园哦，昨天在一起，今天要分开。豆哥，你难道不怕皮卡丘把我们的舞步泄露给蜜糖他们？你说的什么屁话？我是这种人吗？我不是吧？而且我是去谈恋爱，我又不是去当间谍。